你看你，又吓着别人了吧？大家都是天界同僚，又相伴历劫，做个朋友怎么了？先怎么判？楚空仙君他只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那你是不是还欠本座这位朋友一个解释啊？我当然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啊。 谁能想到忘川水效果竟是那般的好，仙界记忆竟是一丝也未曾留下，哪怕只是那么一丝丝，那般。